之前有媒体曝光小 S 老公现身某私人招待所，之后他带五位辣妹前往某日料店的画面。当日徐亚军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袋子现身，叫徐亚军上楼不久，一位穿着白色上衣身材较好的女性出现并上楼，之后几人转战日料店。对此小 S 说他不是公众人物不回应，徐亚军则解释称朋友请吃饭去新竹一家餐厅，车子坐不下我帮忙接送，车子有男有女，回来的时候女生就坐别的车了。于是这回夫妻俩的感情绝对不可能受到这些妹妹影响的，对吧？